我们客家的小调，它是一首对唱歌呢，当然就是由我新闻来，还有我们唐代最小的弟弟跟我一起合唱这首《桃花开》。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，这么厉害，那你们会唱吗？会，那我等一下可以邀请你们跟我一起唱吗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个时候呢，又要来到我们的发声时刻了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太小声了，再一次，三二一，耶、yeah, ！好的，谢谢，我们带来这首《桃花开》。对唱呢，其实你们知道这首小调它的寓意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桃花开是不是在说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在暧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吗？我要求别人跟我一起回答好不好？有人会吗？等一下我看不到太哦，那位穿橘色 T 恤的阿姨是吗？姐姐，社区总干事，哇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是在代表什么吗？哦，
两个人在暧昧、在恋爱的时候怕别人知道。那所以哦，如果我哈，哎呦，牵手唔好啦，不要在这边，这边很多小朋友哦。好啦，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跟我一起对。